FB 的朋友，大家好。让我调一下那个镜头先啊。今天是星期天，星期天，6月7日。最近看到很多这个新闻都讲很多这个关闭潮啊。很多这个关闭潮啊，再设置这个镜头。哎呀，所以我们要看一下，是不是那么多的一个。关闭潮，我跟我 Facebook 的朋友跟一些 investor 啊来分享。其实哦，在斯兰班啊收发啦，我看到的是很多这个 prime area 的 commercial center 啦，收发哦，非常感恩的还没有这个关闭潮。那么这几天呢，我得空会一个一个的去拍下 live。给我们芙蓉的朋友，或许对芙蓉这一个 property 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可以一直 follow 我，看一下这一个芙蓉在一些比较 hot area 的地方是不是有这个关闭潮。你们好，我是 Sky 树，我在芙蓉从事房地产已经超过15年了。那么呢，在那么多年里面呢，我们见证很多这个风风雨雨哈，这个 up 和 down。到跟到，其实96年、97年跟2008年、2009年，已经是有过两次这个大的风暴。这是 COVID-19，这是 COVID-19，会带来比之前两次会，我觉得我本身觉得是真的会比之前更大的一个问题，更大的一个问题。对，我会 advise 我的朋友们呐，我的 investor 们呐，如果本身自己有很多这个 property，或许是在2013年、2014年之前买下来 property，如果现在是要 restructuring 你的 portfolio 的话呢，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快快卖出去，因为现在我们有这个 moratorium 6个月。moratorium 6个月，就在6个月不需要供这个车期、物期跟这个personal loan 啊。可是过了这6个月呢，我们会再跟进啦，我们会再跟进，会有很多这个问题会慢慢一一的浮现。可是呢，买 property 呢，永远是不是讲买来现在就现在看它的那个 property 的那个 appreciation value，OK？如果在 prime area 的话呢，我会 advise 我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本身要买的话呢，在 Grand Valley 也好，Johor 也好，不管 Malaysia 什么地方都好，如果是有更好的地方的话呢，还在这 prime area 的话呢，如果遇到一些 good news 的话呢，不要等，OK，buy and invest，invest 的意思就是要 wait 咯，对不对？你们。会在什么时候看一下 Prime 的可以跌18%、20%的？我跟你讲，在我那么多年这个 career 里面呢是没有看到的。我带大家去跑一跑，OK？这个在斯兰班其中一个很 hot 的一个 area。当你问斯兰班任何一个人的时候呢，他们都会知道接下来我做 live 的这几个 business center。第一个，因为它靠近我家，这个星期天。我就心血来潮来做下这个 live 给大家去看，OK？我会一直把芙蓉的这个 property 的房产的资讯，OK，带给你们。我们跑一跑，OK？
你们知道这个是哪里吗？有进来朋友可能我看不到你们，你们跟我讲一讲，跟我讲一讲。这个嗨，星期天的早上大家要开心啊。OK， 我们去跑一跑这个地方。星期天的早上，哎，不是很会用。哎呦，是我按到什么东西？来，等一下我按前面看一下。我去这个。OK， 来，我们去跑跑当运动啊，跑跑当运动。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可以跟我讲一讲的。OK， 这个 business center 呢，总共分为三个 phases。OK， 分过三个 phases。其实分成三个 phases 啊，如果你们买来自己用的话呢，是非常的好。我自己这以下所讲的全部是我私人的一些意见，你们本身要去做一个 due diligence study 啦啊。分成三个 phases 啊，如果你本身来做 operator 的话呢，就很好，因为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OK， 这个地方的兴旺跟哀衰 ，OK， 可是呢 ，for ROI 啊就差一点了，因为什么？因为我跟你讲这个地方哦。不论是 Phase 1也好 ，Phase 2也好 ，Phase 3也好，它的 ROI 啊，你 Phase 1买了人 OK 咯，因为你买便宜嘛。可是 Phase 2 Phase 3它价钱就起了 ，render 哦差不多还是一样。哦，这些关闭槽还没有看到啦，我知道哈、哦，还没有看到啦。你们知道这里是哪里吗？在这里是哪里吗？哦，有很多这个 franchise， 刚刚出来这个是 Domino 啦，那这是 Domino 啦。OK， 然后这里有很多 international cuisine， 有泰国餐、韩国餐、日本餐。OK， 有 franchise， 很多 franchise， 有 Babalish。OK，Babalish， 现在我一路跑，这个都是 Phase 1来的，对着 Main Road 的，对着 Main Road 的。OK。后面有 Phase 2跟 Phase 3。如果你们有来芙蓉喝这个喜酒的话呢，对面是有一个酒家是很出名的，叫大好运，大好运。OK， 这里每逢周末一定是人潮人往。好、哦，因为他们这里也有很多这一个，除了我刚才跟你们讲的 international cuisine， 这里也有很多这一个，叫什么？爆啊！我在 MCO lockdown 之前呢，有幸的给我租到一个 franchise 啦，哈、哦，在 KL 已经是很出名了的。现在他装修好了，99%已经可以投入 operate 了，可是。因为很多 SOP 要跟准啊，他们可能还没有打算去开。那天我有跟这个老板通一个电话，哦，可能要等到年底，等这个疫情好一点先。啊，这里有一个我刚刚在今年认识的 brother 的，哦 ，brother 的这个是 Ellie。好、哦、你看一看，还是很有人呢、啊、还是很多人。 OK， 比起一些这个奶茶哦，其实在过去的一年多两年里面呢，很多这个卷起了一个风潮。我本身也有去 SS2 啊，去 KL 啊，三位啊，去试一些奶茶。因为你知道哦，石兰半哦，这个地方还很新啦。我可以跟你讲，还是在一个 baby booming 的 stage 啦，很多人不敢下来开。可是呢，就好像 Ali 啊这些，他们敢下来开的，他们就已经赚了一笔钱了。
已经做了第一轮的一个，第一轮这一个生意了。那么接下来就要看，这个 market 跟 management 本身的这一个，下一步的动作。So 下面现在我们去 phase two 了哈，我们跑去 phase two，我跑去 phase two，就好像我刚才讲的，在这个 business center 里面呢，总共分成三个 phases。你们知道这里是哪里吗？你们知道这里是哪里吗？哎，我对着我自己谈下天。对，你们知道这里是哪里吗？对，所以在我后面那边呢，还有三四排呢是飞上来的。那这个黄色这一个呢，也是安德飞上。对，前面那边是两层半的，是飞上。OK，这个黄色这一排也是飞上，后面那边呢，那几排呢也是飞上。Phase Two 呢是在 Seven Eleven 那边，是在 Seven Eleven 那边。说这个也是一个 Muslim School 的Daycare Center，如果没有错的话，也是 franchise 来的，还是 franchise 来的。OK，就刚才我有分享了，就是如果我是讲买来做自己生意的话呢，这个地方呢，你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 crowded。好，可以看到happening，可以看到东西是已经是 OK 了的。那么你是买来自己用的还好。如果是你买来 invest 来收 ROI 的话呢，我跟你讲，例如说 phase one 你买300多千，phase two 你买500多千、400多千、500千，OK，phase three 他们已经去到600多700千了。OK，现在 subsidy rate 嘛，我这个 business center 啊，是去到一个 mil 到1.2个 mil，可是我跟你讲，不论是 phase one、phase two、phase three 都好啊，他们的 render 啊，我 ground floor 还是2000多块。那么你们买来 invest 的话呢，哦，就自己去算下那个 ROI 了。OK。可是我有很多 operator，我有很多 operator 他们要租这里。要买来自己用，OK，fine，因为你们看到了，所以你们觉得你们的生意适合在这个地方，OK。尤其是我要做很多很多这一个 live for 这一个 business center hot area，是因为哦，我看到很多这一个关闭潮，很多这个关闭潮，OK，是在 KL 很多地方，很多新闻，我不能够去到现场去看，是不是到底？Sri Budaling 啊，Kota Damansara 啊，Pujung Putri 啊，The Strand 啊，这些地方是不是真的那么多的关闭潮？OK，还是新闻做出来我不知道。可是，在 Seremban 这个地方，我一直讲，在 Prime Area 啊，在 Seremban 的 Prime Area 啊，Commercial Center 啊，我是讲 Commercial Center，so far 哦，还没有这个关闭潮。你要找这一个空店的话呢，so far 也是有两三间吧，有两三间。OK，可是这两三间呢，不是现在出现的，是在 MCO 之前已经是吊字牌的，已经是吊字牌的。例如说啊，我跟你们讲啊，后面这一间呢、啊，我看可以拍前面给你们看吗？后面这一间呢、啊，是我一个朋友的店来的。OK，不过我没有问他啦，我知道啦。OK，那间店你看他吊着布条啊，你以为他是要出租啊？其实。他是刚刚买下来的，刚刚转手的，刚转手的。所以你跟我讲刚刚转手的店，你跟我讲是，空着的，不是这样想了，不是这样讲对不对？因为他是买来刚刚买的，他 all the while 他不是拿来出租，他是拿来卖的。他刚刚转手，现在开始遇到这个时候，讲老实的，要开店的人一定会有一半的人会 on hold。
OK， 可是要找店来做 expansion 的人一定会继续去找的。OK， 来你们要租 Uptown 店，这里有一间店，也可以联络我。OK， 也可以联络我。OK， 所以这一排是Phase One。OK， Phase Two 在 Seven Eleven 那边 ，Phase Three 是在这个他们讲伟石街那边，在伟石街那边哈。不能伟石街呢，已经没伟石街了。OK， 我也可以跟你们讲一讲，那个是之前他们是关注的，他们跟这个 developer 签 agreement 的时候是有另外一个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的。哦，奇怪了，很多人不知道。哦，他有一个 supplementary agreement 的，是那条路是全部是他们签的 agreement 是要做这个 F&B 的，不能够驾驶进去的。OK， 如果我去到那边，我再拍给你们看，因为我要 combine 很多很多不同的 live video。OK， 今天我暂时带你们进入这个第一个 ，OK， 进入第一个这一个 Seremban 第一个 ，OK Seremban 其中一个 prime area prime commercial center，OK、okay? buy real estate and wait， don't wait to buy real estate。这个时候如果你本身有 budget 的话呢，遇到一些 below market 的一些比较好的 property， 去买下来，不要再等 ，OK。所以是可能它会再跌，可能还会再跌，可是在 prime area 里面你如果找得到的话呢，这么还要等了，对不对？所以这样的情况我们今天就做到这里为止。我会继续去找一些prime area 的 property prime area 的 commercial center 跟大家去分享。 OK， 我是 Sky 叔，我是福荣房地产这个 senior sales manager， 我在这一个Seremban做15年了，或者我一直会在这个 live 里面跟大家去分享所有关于福隆的这个 property 的资讯。 OK， 如果你们喜欢跟要 update 这些 property news 的话呢，可以一直 follow 我。 OK， thank you thank you， 小孩子在吵了，哈哈，今天星期六都有 daycare。 OK， 拜拜。